悠远的价，谢谢大饼啊。老二，这你又学那大土豆了，他家哪是啥菜系呀？啊？晚上土豆拌茄子，撑死老爷子。完再来点小炒米饭，哎呦我那都得给你香迷糊了。你可拉倒吧，老啊！就你这饭菜还给我香迷糊了，那耗子进来都得掉俩眼泪再走啊！哎呦我的妈！你得净做那和尚饭，你啊，你不能做点荤腥呀！你别笑，算了，别叭叭了。这土豆拌茄子还没有小炒呢，你给老妈俩小炒行不行？行不行啥呀？一点肉都没有，还净事儿。你看你大嘴没用你。哎呦我的天，老啊！搁这堵我嘴呢啊！这家伙谁要咱吃人嘴短呢？得了，我去，我现在就去还不行啊！嘘嘘，指定是得嘘嘘那么一下的。老板呐，给我来把小葱啊！哎呀妈，这太少了，你这都不够我老四压份儿呢，你再给我整点。你妥了妥了，这回够了啊，玩唱歌准成的啊。你别笑。啊，条件搁我这筐里呢，完你搁哪拿一下吧啊。玩小葱和零钱啊，都帮我装筐里就行了，不用带了，给你省一个，谢谢。